小蔡现在坐前面那个长长的坡啊，大家有看到吗？有。他都觉得这很累人，但是各位，我跟你讲，这里晚上如果从这里开上去啊，会很漂亮，因为它有灯。那时候有一度我从这里开上去的时候啊，晚上它有灯的时候，感觉那个有点说，哎，那个路好像是要往天宫延伸的那种感觉。哦，就是很像要走上南天门吗？对对对对对对。一直慢慢爬上去。因为你就看得远远的那个灯，这样一直往上上去。对。那是晚上从这个地方要开往北上的时候才会看到。对对对对。那现在我们已经渐渐往上了。我们在往上，对。对。因为都会觉得恰不辣辣背背起。哎，刚刚叫我那贝贝奇啊，上坡没？上坡没？啊，不过我觉得这一段晚上是很美的啦。对，苗栗这里这一段，过那个从泰安休息站出来这里，不知道，因为有在开车的朋友，晚上会北上的朋友应该就会有遇见这一段。现在开 Q100好爬了啦。Q 牌好吧，以前小白没有力啊，没力。小白现在在家里顾家，当警卫。哼，也爬不上去了，因为他车重啊，载货物重啊。所以前面这一台宾士也是重看不重用。啊，爬不上去了。对啊，爬不上去。其实这一段那时候我都觉得说，哦，好像要开到天上去了。你有在录啊？啊？呀，现在刚按下去在录了。开到天宫。我不知道你刚刚有在录哎，我还说前面车子重看不重要。哈哈哈哈哈！都开谁？人开过上恁这个国产车是咧讲啥？对，真是的。那小小的国产车，那种宾士，对啊。好，走，出发。继续出发啦。继续出发。来拍这个风景。耶、yeah, ，铜锣经过了。耶、yeah.。哦，苗栗，哟呼！哇，各位。好像要下雨了，现在那个前面都在滴雨滴，而且越滴越大滴的感觉。越往北部越对啊，越大。现在听说今天有台风，是不是？台风，然后从台湾东边角进来。但是扫过去啊。对啊，要扫过去，然后我们现在在往东边角前进嘛。是的。是的啊。我们正迎着风而去。对。哦、有没有可以感觉越来越大滴有没有？声音越来越大声，大家应该都有听到吧？有吧？那下一秒会不会啪？可能，不要闪电打雷就好。哦，闪电打雷太可怕了。台风天应该不会了，不会打雷。好。雨越来越大，我觉得台北现在可能正在发作中。对啊。风雨正大的时候，没错。台雨现在，它在台北应该可能在下大雨，应该是。我们现在才刚经过苗栗而已，继续再往新竹、桃园那雨应该搞不好越来越大。对。早上从南部出门还是一片晴朗。对啊，刚刚我们在休息站的时候还好热哎，太阳晒的皮肤会痛哎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哦，各位，头屋造桥，继续前进吧，继续前进。哇，各位，啊，越来越明，越来越大了。我们现在在直奔那个什么，那个什么，这个台风叫什么名字？索马利亚马里索。我不知道。我们现在直奔北部东北角，我们现在往台风的方向前进。
现在是冬天的车是去追下雪、追雪，那我们现在是去追台风啊。啊，这样吗？没有，其实哥，我们不是要去追台风，我们是刚好有工作。哎，有工作啊，有行程要往北部去了。对啊，这真的很刚好，台风就在那边。哎，然后这个台风是说玛丽还是玛丽索？还是利马索？不知道。他刚好就进来。这三个字。对。他就在这个台湾北部刚进来。所以那个台北的朋友现在应该也是感受到一直在下雨，强大的威力，刮风下雨。我好像看新闻说，他也有可能会变成强台。哦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希望不要啦。对啊。好，继续往前进 ，Go！ 合适的就对对对对。哦，新竹竹北到了。哇，竹北鬼啊！呀、yeah, ，往前冲啊！这里稍微小一点，这一段雨稍微小了一点，这样比较好开。嗯，好，那继续往前。耶、yeah. ！新竹科学园区右边。但是我们要直走，我们没有要往右边走。没有，直走，直走。直走。耶！阿才 go！ 哦，杨梅湖口。这段好像雨又开始来了。哎，各位，现在到新竹了。耶、yeah? ！现在新竹这里的天气是晴朗的，没有下雨。下面还看得到有蓝天白云。对，有蓝天白云哦。啊，刚刚那边在下雨哦。这边可能是正要开始酝酿。对啊。那前面有一点点黑黑的、啊，那我看到前面有点黑黑的。对啊，比较低的云就是对乌云的。对。所以有可能。待会再往前的时候就啪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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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有可能。你猜我们到北部的时候是晴空万里，还是那个台风在发作中？我觉得应该是台风在发作。那我们往前就知道了。对啊，好，待会大家就知道答案了。经过杨梅中立了。耶、yeah ！过了桃园，好像很快就到台北了哈。哦，对啊。到台远，桃园到台北很快。对啊，就感觉好像一下子就可以到了。耶、yeah ！快点走！哇！卡车吧，有一台卡车。前面有一台车好像挂点了，然后整个都挡在前面。去你家我看。哦，好，来，好好。看不到车子。白木，哦，不是挂点，是小 A。小 A 哦。这样我切不出去。没关系，慢慢来。你若找个机会，就甲切出让个停，让个停落来啊。哇，好快！行吗？你帮我看一下行吗？好好，出去出去出去，出去。哇哦，妈呀！哎呦，天哪、啊！大家小心了，开车要小心了。所以是那一台车追撞啦、啊？哦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他那表示那个后面那台卡车没有保持距离、啊、对，没有保持距离，对，他没有拉长一点，前面如果停起来他就屁股就撞上去。是啊是啊，而且那下面看起来后座还有那个婴儿的座椅，是，那太危险了。各位，但我们在开车后大家都尽量就是要保持一个安全距离啊，
不管是我们开车还是说朋友开车，大家都要提醒，其实安全最重要。我们常常在那个车上，在那个国道都看到一堆，可能事故啊，还是这些状况啊。其实这个我觉得大家都可以避免的，不要。当然酒驾我相信大家不会啦，啊，但是不要疲劳驾驶，那要保持一个距离，这样会比较好。嗯，对。哇，前面乌云一片，前面又是乌云一片的，又要开始了，各位。那到台北到的时候，到底天气会是怎么样呢？我们下次影片再来看吧。我觉得天气会很脏，我这样就可以看到前面下大雨了。你有看到吗？有。啊，好，那就这个样子了。啊，我们下次影片见吧，拜拜。Go。